以協運暖，壯士們話規矩守舊。早兩日，黃秋生拉大隊諗住登記做演協會員，順便參選會長嘅時候就俾人 reject， 即場鬧怪協會嘅人冇禮貌兼侮辱。而當日最早到嘅莊士敏就話：協會嘅人講一套做一套，好混亂啊！我冇諗過做咗咁多年都係咁唔成功，要認得你邊個？要用合約去證明自己係邊個咩？我諗而家真空咗比較亂啦，一嚟啦，二嚟就可能有一啲嘅規矩其實可能已經係比較舊式啦。即係你如果你仲係要求緊我要去攞份合約出嚟俾你睇嘅話，咁基於而家嘅私隱條例，咁其實我都未必要咁樣做啦。咁而似係其實如果你有好多方法可以證明嗰個人嘅身份嘅嘛，咁我諗可能一啲舊有嘅規矩其實一路都冇去更新，所以就變成咗今日嘅誤會咯。咁你想唔想阿秋生做會長？梗係想，我係支持佢嘅，支持佢嘅。亦都是支持这个会的，其实都支持演艺人协会的，都希望这个会可以继续帮演艺人去争取更加多的福利啦。亦都希望今天这件事可以尽快解决了。